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，男孩像你三。男孩像我，你看不到的，尚有千千万万个。你唔识嗰位小姐？我记错咗，我仲以为今日系约咗个先生添。咁冇嘢啦，啱啊啱啊，系小姐 ，OK 嘅 OK。好啊，咁呢边啦。系小姐，你朋友到咗啦。系。喂，你陈嘉敏，两位使唔使叫啲嘢饮啊？你使唔使叫？我谂下先啦，睇下先啦。OK， 阵间叫你啊。好嘅，冇问题。有咩需要再揾我啦？喂，好耐冇见、啊，我哋小学毕业之后都喺咖啡撞过一次。系啦，之后冇见过噶咯。系咯 ，Facebook 就见得多，但系真人真系好耐冇见啦。你都冇咩点变啦、啊，系高咗咯。咁你都系，仲剪剪埋头发添。我而家做紧 IT 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妈只讲过。咁我都知道你做紧 production house， 你阿妈同我阿妈咁 friend， 我都有听闻过下你啲嘢嘅。我阿妈话你打扮型咗好多咯，我就唔信啦。但系今日见一见，真系型咗嘅。讲呢啲，多谢多谢。啲阿妈真系好烦啊，嗬，咁样约我哋出嚟嘅，想撮合我哋啩？吓，你拍紧拖？都唔系嘅。唉，我都唔明点解阿妈系咁样约你出嚟嘅。嗱，我唔系话你唔好啊吓，你唔好误会啊。我意思系，即系我唔明点解我妈只要咁麻烦揾你出嚟咋，唔系话你啊，我真系唔系话你，sorry， 我一时嘴贱。你都几 cute 噶，好少男仔会好似你咁样识得理人哋嘅感受。你知啦，啲大男人净系识谂自己，冇见咁多年，你都系咁 cute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咁你而家系单身噶嗬？系嘅，不过你有中意嘅人？都算，即系冇啦。其实关于你嘅嘢，我一直都有留意嘅。我知道你做 production house， 我知道你中意太阳，我咁都知道。我知道你有个朋友叫欧阳志强，你觉得我点呢？吓？你觉得我同你点啊？喂，我同你我想你有啲误会系嘛？有咩误会啊？唔系啊！你唔中意我？嗱，唔系啊！我唔系唔中意你，我系唔中意女仔噶嘛。男孩们来约我一般送花，而无人能似你亲手种花。但男孩像你，不要我客家。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？谈情时问我那种感性吗？但男孩像你，只爱同泪吗？假使间这一刻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，拣一拣，实在是和谁亲，你会说是命运，你与我其实熟得很，但他总比较亲，好知己好姊妹，那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，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。问你这夜最后信谁回家，我信那个会是我，但我心里知道男孩像你不想跟妹妹拍拖，男孩像你三，阿禮是撇他，葉巧琳是陳嘉敏。像個世上最壞愛情童話，最襯你那個是我，就算都算相愛仍然沒法，比起會浪漫更多，跟我繼續約會喝茶談天，你說星光了共他，一起消磨，為何他
咁耐冇见嘅小学同学重遇翻啦，唉，可以点样帮撇他婉拒佢嘅求爱呢？上嚟司徒志强地盘 Facebook fan page 留低一段说话帮下佢啊！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